今天我们来玩一套很有个性的发射装置，手带发射器，就像手表一样，可以戴在手上，然后按一下开关就可以 biu biu biu。不过它不能看时间，只是一个单纯的发射装置。好像还是积木散件，要自己拼起来。这个是手带了吧？这部分就是弹射装置，把它组合起来就是完整的发射器。确实就和手表表带差不多。哇塞，刚刚好，难道是为我量身设计的？你看这尺寸刚刚好，也只有9个步骤，轻按开关发射火箭弹。你们看它这里明明是8个火箭弹，为什么只给我2个？这种形状的积木很贵吗？原来8颗炮弹里面有6颗是假的，只有这2颗是真的。就要再把这个发射器和我的表带连接起来，搞定。360度旋转火箭炮，想打哪打哪，下面手都不用动，就非常的隐蔽，有没有？尾部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激发开关，试一下效果，就有点名侦探柯南里面发射麻醉针的那种感觉。要带一个瞄准就更好了，这个射程是真的有点短，1米都不到。我再放近一点好吧。它后面这个按压开关的力度可以控制发射几颗炮弹，轻按就是发射1颗，重按就是发射2颗，直接用力按到底就是2颗齐发。很有创意的一套表带发射装置，牢固性也还行吧，也可以像手表一样一键松开表带，就是这个射程稍微短了点。